讲到这个盐酥鸡，这个不是我老张在讲。一般人若说吃的吼，无可能见到我讲这么啊吃，这么啊淘。头家啊，哎，借问哈，这不是老张担担面？哎，安那？啊，就老张担担面是刷去倒去。哎呦，啊，你们都会亲？哎，那我啦，哎呦，就说变哎，老张白乌白切的那样。哎，你说中途才改行啊？那样？伊唔是讲中途改行，害咱都揣无呢。我跟你讲，咱人活伫世间，为着要为人民服务啦。啊哈。哇，我尴尬的哦，就需要为放学的小朋友着想。小朋友放学肚子很饿啊。哎，啊，中途。我嘛靠，我这老张都敢乌白钱啊你啊。啊，有时候等伊动作动起的时阵，夹一点点心。哈哈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老张实在不够细心的呢。啊，起码无咧卖面啊哈。你是嗯，我看到色臭袂歹呢。哎，来几分，来几分。来，你别理睬。哎，你甲你甲夹一个啦。啊，我看下无。哎呦，你。起来以后。先给他的油给他滴一下，放在这个架子上。好，真正的功夫是看什么所在呢？哎，连明亚的开始表演，我你看。哎，哇，想要到做修行，你看那个一辈功夫的呢？开玩笑，一辈那有搞两三辈啊！我今麦咧想讲，这辈安那坑你借来的？借，我跟你，我跟你讲，做小生意就是这样。真正的功夫是看这边。哦。一个没用，一个没用，一个够了。这都不是得机的话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技术。哎，那那，哎，你今把那伤的是，这是胡椒了。胡椒。啊，是有要吃咸的无？哎，拢会使，会使炸加淡薄加淡薄。啊，有要较咸嘛是啊。哎。哎，头家你先啊，揢脚揢手，到底是啊？哦，我看你实在是，较早卖这个大米阁正顺，那个解毒无容易吼。对啦，哎，啊，高站茶咱无去啊？有高站茶无？啊，啊，歹势，今仔日市场拄好卖了，歹势歹势。啊，是要伫只食是哈？哎，踮只食啦，踮只食。哎，是要炸炸？哎，没没没，踮只食就好啦。我先加开讲者对不？真久无见面了，来来。哎，来，哎，啊是哎，这个张老板在做代志，那吵吵吵闹，那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一回生二回熟，啊，无话久，我就只卡手真紧。哎，哎呀，别别别别别，哦。嗯，哇！哎，多谢多谢，哎呀，起码为了方便啊，拢无什么挖盘，安尼低价呢，用纸呢，哎，安尼咪算袂歹啦哈，方便都好用安尼。嗯，开始好食。哎，囡仔，开始开始，从啥会啊？啊？老哥，哎，我要买洋烧鸡啦。什么？哦，你是要你是我的人客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名？我名可要想啊？哈，你的名叫做阿贤。阿贤哦，嗯，真古锥哈。那无代志，拜托卖蛋订落订伫我家呢哈啊啊！我跟你讲过啊，我要买咸酥鸡啦。咸酥鸡哦。买物件，食这款物件是爱滴钱的呢。别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哈？你哪会知影我无钱哈？哎，哦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。这有影，这老张打败做台阶的大势吧？所以讲，那个吐槽，我这人就是就拍死了。所以讲，人不能说看人家小孩子就说他身上没有钱，对不对？丢没？好啊，别讲什么，做你点啊啊。这哈，是这不对哦。嗯嗯，购物给吧。啊，给吧。嗯。啊，要啥？大肠。大肠。嗯。哇。还是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哦，我阿伯无时间好好切啊。安尼对。甜不辣。甜不辣，哎，甜不辣。
流鱼手啊啊！啊，上俗的所在。弟弟啊，这老弟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翻白对囡仔来讲真好啊。嗯。哦，当时的嗯。哎、欸，阿贤拜托，先给我叫一下。我等一睏就好，啊，睡好，睡好，睡好。爱煮较素的哦。哦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哦，这若无食无卫生啊，安尼搁较恐怖呢。你看嘛，哇，嗯，巴肚会枵未哈？嗯，巴肚就枵的。就枵呀，哦，睡好。好着啦。哦，我知，我知。趁你一挂钱，够给你命呢。睡好哈，嗯。吃了这个，提到顿来好啊哈。我先吃，快看嘛。慢吃。来来，徛到头前。阿贤啊，这个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你唔知啊？钱啊，提出来，拢总七十八块。我吃饱才提予你啦。什么？莫甲我来这套。哦，即马钱先提予我，这才会使予你。有钱无？啊？有吗？没有。丁老板，丁老板，创啥？狗屎囡仔，你买来只狗仔骗啊？哈？丁老板，你哪来？你拄则在个讲来不是？小孩放学经过这里，中间摆这几档，跟他动作点心杯，安尼给人家一种服务。点心嘛是爱提钱来买，才会有法度对不对？伊那真是无钱安尼哦。嗯。无钱你？无钱哪晓得在搞骗呢？哈？无安尼啊，下次要有钱才能点东西。丁老板怎个安尼？不是，无安尼我请我请。哎呀，你这人，我最近七十几块呀？七十八块啦，哎呀，所以讲恁这做大人的啦吼。唔多嘿，下面，不下，哎呦，这卖人客真恐怖呢哈！拄好阿仔呢，用个做一角银算无剩，今仔日用了了，这卖一角银都无剩。哎，不要紧，我对这个卡可以吧？哦，啊，信用卡。你当作我这是酒店了？哎，这款物件小心，你得给我刷卡嘞。拍死啊！哎，啊，这头家有够狠心的，连卡都不收。你看，这不是卡不收的，你要救你，我家己那份都叫退去啊！我巴肚枵啦。你巴肚枵是恁家的代志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那无钱，卖讲什么甜不辣，就是讲你要吃一个高蘸茶，一点油啊，嘛袂合理。哎呦，有够惨！就是啊，这么惨，我最小心你的人对吗？啊，一般啦，咱也无钱，你也无呢。阿姐，嗯，等下哦，我阿母哦，哪来哦，我阁叫伊六钱啦。哦，哎，小的妈妈要来啊。你，嘿嘿，我看你这年轻人啦，这个囡仔都只都甲我讲什么，伊有诈钱都甲我骗啦。哎，我看伊讲伊有妈妈，我可能无爱相信。你看规个面国家拢乌索索，哎呦，可能根本就无大人呢。嘛是有可能的。卖甲我来这套。等你妈妈来的时候再来讲。嗯。阿贤啊，阿母。哎呦，陈美凤小姐，婆个声高了姐。你叫我啥啦？阿母啊。哎呦，跟你讲几多遍啦？那你搞搞吼，都莫叫我阿母啦，叫了固定行情拢会拍歹去。你也莫叫我阿母，我出去吼，人当作我辣妹呢。哦，你听下无？叫到你妈妈呀？是啊，我妈妈。你，伊是恁后生啊？哎呦！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弟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伊在暗暗，心情感觉真难。因为我惦
塞，你走来遮创啊？要减数计啊？这位就是你就是伊妈妈呀？哎呦，我想讲拄则佫叫一个囡仔咧学白擦咧，来遮规身躯乌嘛嘛，佫食无落要用钱安尼啦。我感觉斗三工佫无法度，啊就偷起来，准备欠伊钱，物件袂摕走安尼。张老板啊，啊这囡仔因老母来啦，即声你有啥物话同我讲啊？啊？哟，讲到这个囡仔吼，伊本来就有一个老爸啦。哦吼。啊，我咧细汉时唔捌代志。哦，是这款的代志哦。阿母，我不管啦，我要找阮爸爸啦。哦，因爸爸是？因爸爸。啊，即马当着单亲家庭安尼哦。因爸爸当着真久无看，你敢过会记恁爸爸生做啥物款无？这位小姐，这么是姓陈，号做陈美凤的。哎呀！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这世界上靠真多。我会记得阮阿爸哦，头毛翘翘啦，目睭哦，讲话讲掺呢掺呢。这句话是恁老母讲。你遐细汉哪知恁爸爸头毛翘翘？你个手白偏啊！你甲恁老母的事才讲了。啊！那讲到因老爸吼。头毛翘翘啦吼，目睭大绿大绿，土目土目啦，真那个可惜嘞。啊吼，啊政府无看到伊啊啦。安尼哦。嘿啊。迄个惠先生啦，啊，拜托姐。好好。这包吼，哎嘿，准安尼送给迄囡仔食，拢免提钱，叫因赶紧走，紧紧。哦，安尼哦，免钱哦。哈哈。哎，大大毛，这头毛奇怪。哎。啊？啊，你干啥会？哎呦，啊你嘴手抠掉。啊！阿辉，刘老板就是伊的老爸，够有这款的代志。你是阿辉？阿爸。啊？阿爸。我敢有讲我是你爸爸？嘿，恁这囡仔哦，饲了快有问题得了呢。鸡仔都好白，恁老爸，你嘛当我情绪转变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还讲你不爱相信，这个人是你老爸。这个是您老爸啦。什么？你是我老爸？我还惊你。我不爱相信。我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事实上，伊就是咱两个生的迄个爱恨。你别讲，这么多年你拢无消无信。你做啥？阿妹，阿妹，我甲我的亲生的囝儿阿妹相认，哪会使唱歌呢？阿恒，阿爸，阿恒，阿爸，你是要搞屁游戏哦？啊，阿恒，你是老爸的汤生丸，你就是我的盐酥鸡哦。阿爸，你是爸爸的甜不辣。爸爸袂使无这个，你这个高战场。你把赛有捞出来吧？啊？顶盖的红不让看到伊，十秒钟内有哈都捞出来。三万块？无一百万滴啦，三万块啦。三万。结果十四秒钟才出来，煞无摕到钱。哎呦！无啊无啊。起码够好一个机会。十秒钟以内，那真正把赛捞出来，叫红不让迄个介绍。真的。哈。加戏嘞！加油！加戏！哎，培养感情。十秒钟。阿伯，我开戏呀！阿伯，开戏呀！阿贤。阿爸。一百七。好，拍摄哈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，已经提袂到钱，来遮提钱哦，差淡薄仔就要出来。但是快，妈妈，啊，完啦。好，妈妈。你看妈妈要回几秒钟？你是讲这个辣妹？无唔对，因老母较早细汉的时阵，伫咱庄下来，伊的外号都叫做辣妹，辣椒妹。啊。美凤，无想到讲，当初你看袂起我，就安尼甲我踢出门，害我走一个人走来台北，开始咧卖担面，
即马阁改做卖这盐酥鸡，是安怎？你这尼啊残酷！明明已经过去的代志，你阁叫家人出来找我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哪要想老爸啊？安尼是安怎？你当初要甲我赶出来，是安怎？你就一天到晚跑跑走啊！你无责任感啊！哈？赵老板，这都不是跟我咧讲，对，你的镜头这位小姐拢讲甲明明明，你都是啰啰嗦，开一个面单嘛无准时安尼。今日我今日好机会啦，紧看卖我都挽回无。我真感谢你甲我的囝儿带来，给我相认。安尼谢谢，真感谢。啊！我饲只大汉，你安尼要甲带走？是啥物？哈？饲只大汉。无你。恐怖恐怖恐怖，刺激刺激！你是在演恐怖片了俩啊？即马着恁妈妈爱唱歌，你是安怎当初要甲我离开？我要离开是安怎？你唔知？你没有一点良心，没有一点真情。今生命献给你，为何你不依？你哇哇唰！我安尼讲起来，敢那拢总是我唔对。一个，伊卡在我少年的时阵，我虽然讲唔知影爱情到底是啥物事，但是你也知影，我对你的感情。只有用一条歌来形容，明知袂当来作对，偏偏才来爱着你，事到如今袂怎样，我也不敢做主定。的情情甲情，永远不敢放袂记。听你才知离开你，真是痛苦的。那好了，小心点。大爱。今麦才讲这话，你敢那丢你的书啊？你讲，我把那拍算，这是你的代志啊。哈？你一个囡仔要来插咱老大人、咱大人的代志，你是凭什么的力量？力量？凭阿母的力量。恁阿母有什么力量？啊，这是买个白姐。剧情如何发展？飞哥会摆出什么款的剧情？工商服不了，请继续收看《老张黑白切》。